1947年9月，中共中央情报部直属的王石坚情报系统被国民党保密局破坏，中共情报组织遭遇了一次空前大劫难。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命令各省站加强对部队的监控。为了尽快解放江城，中共中央情报部特派遣我党高级特工火山潜入江城，完成特殊使命。接头暗号，他叫窦婉如，是一名进步青年，暂时安排他协助你工作，请你在工作中多多帮助他。老田，头，他们都睡着了，就一个放哨的，我看我们可以去。这些年战事频繁，老百姓身上有些枪伤是不奇怪的，说不定是榴弹所伤吧。何以见得他一定就是军人呢？哎，先生，您这就有所不知了。您知道吗？这老百姓受的伤，那多半都是逃跑的时候受的伤。都在哪儿呢？
头、颈、肩、背，或者是腰腹部位，这在手上受的官能伤啊，那只有一种可能。什么可能？玩枪和擦枪的时候凑火了，打伤的。怎么知道他是日本的军人？他嘴上明明是清酒的味道，可他们中方的却是生活的汾酒的瓶子。你是说他汾酒瓶子里放的是日本清酒？应该是的。而且他一定还要动火。这你又是怎么看出来的？我刚才看到泡沙之前，他是坐在靠窗的位置，可现在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他们俩关系很密切，所以才会随时合作。哎，完全有这种可能啊。小老弟啊，你很机智啊。介意告诉我你在东北谋什么差事吗？也没谋什么差事，就是在地方法院当个小书记员、小公务员而已。原来在法院高就，难怪会断案。先生您抬举了，会断什么案呢？就略懂点皮毛而已。哎，没杀过猪，但是我也听过很多猪哼哼。通知二组准备行动，通知乘警配合我们行动。是。先生，您是小弟，如果我是你，就把嘴闭上。好，我闭，我闭。Oh!
到晚净看这破玩意儿，有什么好看？我看个报纸，我招你惹你了呀？你给我看点好的啊！我看个性感女郎有什么不健康的呀？我上来。你们还是叫我站长吧，别叫老师，叫老师的话，别人会以为我们搞小团体的。毛局长最反感这一点了。是是是恭贺站长老师上任。站长，站长，这车上出什么事儿？带着袭击档案的日本潜伏间谍小组被我们一网打尽了。啊，站长神勇啊！啊，老四，你马上去和我的人办一下交接手续，他们还要赶回南京复命。是。哎，等一下，有一个敌特分子的活口，你马上给他送到医院治疗，一定要严加看管。不要出任何差错。是，站长，您就放心吧。啊，二位跟我来。小兵，我们走吧。站长老师，请。哎，24兵团有什么异动没有啊？局座这次派我到江城就任，监控24兵团是我的首要任务。我已经对兵团中的一些可疑分子进行了监控，其中有一个叫古树明的旅长，这个人特别活跃。不过在今天凌晨12点以后，这些可疑分子都不知去向，我怀疑他们在秘密集会。集会地点在哪？目前尚不清楚，正在调查当中。白长官现在还在江城视察，一定要严防有人趁机作乱。还有，一旦掌握这些可疑分子通共的确凿证据，马上实施抓捕。燕文川一回到燕公馆，就发现门口有特务，家里有谁，他们在监视什么？24兵团和地下党在这开会，四如强密谋造反，你在这看着，我回去禀报姚副站长过来抓人。好。由你们共产党鼓动国立江城大学的师生们，发动一次反内战的机会，逼迫白崇禧和雷司令前来江大和师生代表们进行谈判。江城的地下组织刚遭到严重破坏，而且我觉得目前起义比较仓促，还是等田书记回来再做决定吧。放心吧，我会小心的。魏团长见到绿色信号弹，会迅速控制江城的党政军各要害部门，包括电台和报馆。站住！站住！
不动。把东西给我放在地上，慢慢的转过来。班长，哎。有哦，副站长，我看他还有点官架呢，他，这么大的，回去。哎，各部长官，流氓，你竟敢跟踪我！哎，不，姐姐，我没跟踪你啊，我这不回自己家吗？还敢狡辩？回自己家，你跑这儿来干嘛？我这不是叶公馆吗？这不是叶公馆吗？就是我家呀！再不准！严仲义是你什么人？是家父，鄙人叫燕文川，我在东北，可那边现在正战乱呢，我就跑回来避难。哎，你们怎么在我家呀？雷震山，你认识吗？认识啊，我雷司令，那是家父的视角。我上车前还给他打电话呢。我跟雷世波已经约好了，明天一早我就去拜访他。你刚才在外面听到了些什么？说，刚才听到什么了？没有啊，你说不说？什么？没，真没听到什么。把他押到楼上去，滚起来！来来，站住！先生，我真的老实，这是为什么呀？快！雷震山和燕家是世交，他安排我住在这儿，就是给燕家看房子。前段时间呢，雷司令跟我打过招呼，说燕文川要回来，让我赶紧收拾一下搬出去。可是我没想到燕文川回来的这么快。他刚才不是说明天要去雷震山家吗？那就让他给雷震山打个电话，改变见面的时间。可是万一燕文川在电话里向雷震山泄露了我们的信息怎么办？这就需要我们的人寸步不离的守着他。这倒是个办法，但是我的人不能长期逗留在燕家。老马，什么事儿？婉如姑娘，我们江城地下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，人手不够，老天也不在，这个任务就由你来完成。我，老四啊，哎，站长，您怎么来了？有没有什么发现啊？除了一些衣物和日用品之外，我们发现了一把小提琴、两支手枪，还有这部电台。有没有文字资料？没有，站长，这也是属下有些疑惑的地方。哎，你看。我们找到了这部电台，可是没有发现他们的密码本啊，这个不合常规啊。日特分子已经被。
进来。站长，您找我？姚副站长，那个日本人情况怎么样了？啊，我正准备向你汇报。他正在圣母玛利亚医院治疗，医生说，子弹没有伤到骨头，腿部的伤很快就会恢复。不过什么？不过他的脑部受到了重创，医生说想恢复还需要一段时间。脑部受到了重，怎么回事啊？我也是刚刚知道这个事情，说松本在医院用头撞墙，撞的是头破血流。我们医生把他包扎好的时候，他就开始胡言乱语，疯疯癫癫的。你的部下干什么吃的？怎么能让这么重要的犯人用头去撞墙呢？是我卑职失职，我一定严加看管。姚副站长，我告诉你，此人涉及到党国的最高利益，我必须尽早拿到他的口供。请转告你的部下，如果再出什么差错，军法处置。是。往哪儿跑啊？我往哪儿跑啊？我清理一下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鬼算盘？我告诉你，出不去。这是我的家，我就没想出去。你要帮忙吗？真感冒了，你感冒了，还不如因为你，在火车上碰见你，我就倒霉死了，我倒了八辈子霉了。你这乡下姑娘也太粗俗了，你懂不懂得尊重别人的人格呀？你打喷嚏，你冲着我打什么呀？闭嘴！我俩要不是因为老马，我就一枪毙了你，还跟我谈。从目前分析来看，有三种可能：共产党搞暗杀，新搬进烟公馆的人杀害的，也有可能是古旅长杀害的。我觉得古旅长杀害的可能性更大。您想，古旅长就住在烟公馆，很可能他发现了我们派去跟踪他的人，所以就起了杀心。海明啊，你别忘记，被杀害的人是古旅长搬出了烟公馆，又有新人搬进的时候才被发现的，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很巧合吗？站长的意思是，也有可能是刚搬进燕公馆的人所杀。我不能肯定，但是不能排除怀疑啊。这样，海平，你马上派人彻查一下。我已经派人盯着了，应该很快就会有结果。很好，小心点，以免打草惊蛇。是，去吧。不早了，我要休息去了。好啊，你的床在这儿。啊？睡吧。我。好啊，那你呢？我不困。好。姑奶。Thank you.
喂，干什么？喂！哎，哟，干什么啊？你。燕文川没有想到，一回家就碰上起义部队开会，被自己的同志扣押为人质。现在到了与老田接头的时间，他必须想办法。哎哎，我别紧张，我叫你呢。嗯，我想喝口水。喝呀，你又不是没长手。我这不是被你锁上了吗？那手也没锁上。这够得到吗？谢谢。啊！你不会想投毒害我吧？哎，哼！组织安排燕文川回到江城，就是要他获取日军海蛇档案，同时伺机策反24兵团司令雷震山。谁也没有告诉他，雷震山的手下正在策划暴动，古旅长的计划完全出乎燕文川的意料，让他着实捏了一把汗。原本想向老田汇报，阻止这场暴动，可他偏偏又不在江城，目前自己有更重要的密室行动，他不能向任何人透露自己的身份，包括自己的同志。燕文川决定等待老田回来，可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远远出乎他的意料。新搬进燕公馆人的身份查清楚了没有？正在调查。
我会尽快查清他的身份。还有，那天晚上古树民他们到底在哪里集会？这个还没有查清楚。不过这两天我们发现监控对象这两天的活动异常的活跃，而且江大的学生这两天串联也很频繁。听线人说，他们准备举行反政府集会。时间非常巧合呀，看来他们要有大的行动了。通知全站，马上开会。是。老马，我实在是看不惯国民党的腐败。古旅长，我现在与上级没有办法联络，连书记不在，起义的事能不能再考虑一下？放心，起义肯定会成功。起义部队已全部秘密进入一级战备，学生集会时，我还在学校边上修道院钟楼上布置了狙击手，一旦发现敌人有所移动，就可以开枪狙击。去。报告站长，各处各科室主管全部到齐，请您指示。开会。就是。楼处长，到，把你的情况当着诸位再复述一遍。是。我刚刚得到线人报告，江大师生即将举行反政府集会。楼处长，激进分子闹事又不是一次两次了，不就是游个街喊个口号什么的？这情报有价值吗？廖队长，这个狗呢？一般都是在听到一点动静的时候就会乱叫，而真正的猎人是会等猎物完全出现以后才会决定到底开不开枪的。妙，这个比喻太妙了，楼处长有学问呢啊！老四，有你什么事？老四，不是姓楼的，你是不是指他妈马怀呢？廖队长，纯属比喻。请勿对号入座。干什么？想分出个胜负高低吗？拿下去决斗。别忘了，你们都是党国的军人。坐下。楼处长，你继续说。是。此次集会除了江大师生参与以外，还有其他学校师生声援。照目前情况推断，此次反政府集会声势将非常浩大。集会时间、地点，今天上午十点，江大雅礼大礼堂。目前白长官还在江城，如果让这些激进分子上街闹事，影响会极其恶劣，我们江城站也会在白长官面前丢尽脸面。还有半个小时，我命令封锁江大，不准进出。是。小冉，哎，可找着你了！我们这次集会人手不够，你帮我个忙，发个传单呗。哦，那可能不行，我这还有事儿呢。你是不是我最好的朋友？帮我一下。哎呀，走了。冯炳元根据古旅长的安排，要去江大完成狙击任务。已经被戒严了，
那边给我拦住！别拉我！他们要破坏我们的反内战机会，这是他们心虚的表现。你们害怕民主的力量，害怕正义的光明。下达破译。是。陈公如阻止学生集会，封锁江大的安排，让起义者误以为他们的行动已经暴露。哇，难道泄密了？那怎么办？走，放信号弹。按照事先的计划，他们发射红色信号弹，冯炳元开枪制造混乱，掩护大家撤离。司令部怎么出动的这么快？是不是我们的计划暴露了？辛苦你了，情况不清楚，古旅长特别吩咐要你格外小心。冯炳元突然发现自己给太太买的戒指遗留在了枪击现场。诸位，虽然我们成功的挫败了一起反政府集会的阴谋，但是却让他们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溜掉了，而且还发射了信号弹给他们的同伙报警，甚至有人公开利用广播发表反政府的言论。这简直是我们保密局的耻辱。看了，你们的行动失败了。